想什么呢？我在想啊，星星真多呀，好璀璨。哎呀，我小时候啊，夏天的时候也经常听我姥姥给我讲故事，就在院子里躺着，姥姥给我扇着风，呵呵，她给我讲牛郎和织女的故事，还说，每当一个人死了，天上就会多一个星星。 然后我就问他，那老爷是哪颗星星？他说，那是对你眨眼睛的那颗。你姥姥说的对，我就觉得吧，人去世之后，就会汇入这片星空当中。你也信这个啊？我是无神论者，我相信科学，我相信世间万物啊。 不会真正意义上的消亡，所有存在的东西呢，都是存在的能量，能量是不会消失的，只会不断的传递和转换。所以啊，变成星星这件事情，在我这里是非常科学的。哎，那会变成动物啊、云啊、树这些吗？肯定是变成你向往的东西。 你想变成什么？我想变成什么？我还是变成风吧。风？思念谁，就轻轻的吹拂谁，让他知道。如果你想啊，你就能变成风，因为人在思考的时候，也是会产生能量的。这么神奇？ 别问，问就是科学。<笑>那你呢？你想变成什么？变成雨吧。有什么说法？ 不过我觉得，陈南星一定会变成星星。他出生的时候，他爸呀看天快亮了，正南方呢有一颗特别亮的南极星，所以就取名叫南星。南极星？我们在北半球是看不到南极星的，最多天快亮的时候呢能看到启明星，而且是在东方。 看不到南极星，看不到，他爸应该是弄错了。啊，不过没关系啊，反正肯定变成星星。啊，这么多星星在眨眼睛，也分不清楚哪个是姥姥，哪个是姥爷，哪个是陈南星。不管是哪颗。 反正肯定是在看着你的。看得到我吗？看得到啊，他们都希望你好好的，开开心心，好好生活。我也老是这么想，这么劝自己。 可是我真的有太多的遗憾、不舍、愧疚，还有放不下。你看，其实我明明有很多时间，但是我们没有出来旅过行。他身体也一定不舒服了很长时间。 但是我平时也就没有好好关心过他。
我们都不在他身边，让他一个人走的。 每次跟你们在一起，玩得特开心的时候，下一秒就会难过。我就觉得，如果你们也认识他就好了，你们一定会特别喜欢他，因为他是一个特别特别好的姑娘。那你说说，他是什么样的人？ 他就是一个特别纯粹、特别阳光的人。每一次他一出现啊，不管是什么天气，阳光明媚啦，下大雨啊，下大雪啊，冰雹啊，吹风啊，都觉得是好天气。嗯，能让所有天气都变成好天气，这么神奇的人吗？ 他可是我的神奇女侠，我相信，连他不在这里，你光是想到他呀，都这么难过。而你跟人提起他时呢，都特别开心。好像真的是这么回事，为什么？因为当你说出他名字的时候，他就存在着。 而当你闭口不谈时呢，他才是真的消失。相比于世界上我不知道的其他人，我虽然不认识陈丹青，但他存在着。而那些我不知道的人呢，对于我来说，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其实并不存在。当你看向我， 跟人谈论我，反复回忆起我时，我就在你的身边。Do you ever feel alone, standing in the road, don't know where to go? 喝点热茶，暖暖身子。 不会的，是我们酒店前台的憋尿哑剧。对，忘了这茬了。那比一比。哎，比什么？憋尿。你就不能比点好的吗？那比谁先困？真好不到哪里去吧。比不比嘛？比。
哎，欣欣，你那个昨天没睡好，我路上陪你聊天吧。行。老胡，哎，那你一会儿坐谢总的车吧。这个行。你啊，下去，放稳一点啊，路上颠。好。俩包还有零放吗？有，不行就放后座。你再检查检查，看有没有落下的东西。啊，没了，就这些了。我下午就帮你寄走，放心啊。那落下什么东西想起来，我再给你寄。嗯，我可不得帮你了，又不是走的不联系了。又来了，送别的饭都吃了好几顿了。走吧走吧走吧走，走，就这一个吧。嗯，就那一个。好，走吧。怎么样，好吃吗？味道有点奇怪，有点生。因为我在里面加了折耳根。你加折耳根干啥？我们本地人不是爱吃这个吗？我们本地人也不这么吃啊。啊？不高兴，他买走了。那你是不是也该走了？我不走呀。早晚也得走啊。早晚走也不是现在。明天。嗯，明天的事情远着呢，我不知道，还没计划过。想着是感觉挺远的，我一转眼就是一年。嗯，什么东西啊？我不应该在这儿，真的。嗯，我都没好意思直接说、啊。红豆这两天都没来，忙什么呢？小院有个女孩要走了嘛，最近这几天他们都在一块儿吃。嗯，走了吗？走了。那今天晚上让她到家里来吃饭，我做那个葱油粑粑。你听见了没有？听见了，听见了。信息问一下阿瑶什么时候回来吃饭啊？好。阿奶，嗯，他说宝瓶酒留他吃饭，叫我们别等。啊，我们自己吃。别激动，你慢慢说。就是我爸
怎么了？他爸给他送了个礼物。我红豆也在呀、啊。在，我来厨房了。你把视频打开，我们看一看你爸送你的礼物。那你们等一下。哎呀，好可爱呀、啊！你怎么又尿了呀你？一会儿再给你擦。他哪可爱呀？我爸说一周要带他遛四天，然后剩下的时间就让他在厕所里解决。可是你阳光哪能不天天遛呀？早知道这样，我都不会了。你爸真厉害，不愧是天天跟学生斗智斗勇的班主任。大麦非常非常理解你啊，你真是太可怜了。不跟你们说了，我去给他擦尿。阳春面赶紧吃到坨了，我不保证好吃啊。有猪油怎么能不好吃呢？嗯。这两天有心事啊？嗯，没有。舍不得走？嗯，有一点儿，但是我也不能一直闲着呀，对不对？我总得回归正常的工作和生活吧。你和谢总呢？嗯，我跟他怎么了？录音的那天，你和他在帐篷外面看星星，我都看到了。哎，欣欣，你那个昨天没睡好，我路上陪你聊天吧。行、啊。老胡、啊，那你一会儿坐谢总的车吧。哦，夏夏，放的时候稳一点啊，路上颠。好。来，给我吧。哎，夏夏。嗯。那怎么了？什么怎么了？有契机，有催化剂，已经发生了变化，就不打算再发展下去。怎么发展？可以聊天视频啊。那也仅仅就是不失联而已嘛。那人类需要感受对方的体温和气息，才能得到心灵上的抚慰。那这个人在陌生的环境里啊，一放松，就容易让心里有缝隙。会让一些人不小心的走进来。可是我是个游客呀，我又不属于这儿。他都已经走进去了，该怎么办呢？哎呀，我也不知道，从来都没有遇到过这种事情，没有经验，所以这几天我都避着不见他。红豆，那你是见到他开心呢，还是避着他开心啊？嗯，见到开心。你上学的时候有没有暗恋过别人？有啊，啊，我高中的时候有个学习成绩特好的男同学，我们的位置就隔一过道。是不是见到他就开心？他跟你说一句话，哪怕他的手就碰一下你的作业本，你都能高兴到飞起那种。有啊，那不就是了？发挥一下你的想象力，你现在的心情跟那个时候有什么区别啊？还不都是见到了就开心，那就继续开心嘛。嗯，朋友，反正都是要走的，能开心一天就是一天，别为难自己，也别跟自己较劲，反正你的假期还没结束。嗯，说的有道理。我的恋爱经验比你多，我是不会坑你的。啊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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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欺负国宝的，不是让你们好好玩的吗？我们没欺负他，他想当孙悟空。那你就让他当孙悟空啊。我是孙悟空。你不是奥特曼吗？你怎么成孙悟空啦？可是去西圈取经没有奥特曼呀。别说话，我跟你们商量一下啊，能不能去西天取经？咱不要猪八戒，咱们就让奥特曼去，好不好？喵喵不行，必须带猪八戒。奥特曼要在城市里打怪兽。行行行，哎，国宝国宝，哎，你听娘娘说啊，你现在都上幼儿园了，谁还在地上打滚啊？我要打滚。行，家宝这个星期天就回来了，让你姐姐拉你起来。不打滚了是不是啊？嗯，过来。哎呦，娘娘带着去洗把脸啊！我跟你们几个讲啊，你们要好好玩，不要捣乱。嗯。如果要是玩西天取经的这个游戏呢，就要轮流的当唐僧、沙僧、猪八戒、孙悟空，知道了吗？嗯，不行，我是唐僧。你干嘛非得一直想当个和尚啊？唐僧有伟大的理想，我也有，所以我是唐僧。行啊，小葫芦。你只要能学会十以内的加减法，你想当和尚想当尼姑都可以，好不好？行了，娘娘带你洗脸了啊。哎呀，那个小姑娘这么大了还哭鼻子呢，丢不丢人啊你？阿凤，我来了。哎，兰呢？都出去吃饭了。你是什么？派团子。阿昌哥都贫血了，你想干什么？也想贫血的？只能放鸡蛋了。放鸡蛋？你舍得放几个鸡蛋啊？我又不是不知道，里边全是菜。哎呦，不要编了，不要编了。我给你带了好吃的。小西又给你寄什么好吃的了？不是小西，是我自己做的。黄牛肉排骨，黄牛肉啊，尝尝，吃一个，吃一个，吃一个。香吧？嗯，你手艺就是好，全部都吃掉，吃吃吃吃吃。你看看你现在这个样子啊，你就是要多吃肉，可知道？等到谢强出来，看见你们老两口皮包骨头，一身的病，他会怎么想？怎么想？吃呀吃呀吃呀，全部把它吃完。哥听见？我来吃菜团子。怎么样？嗯，好吃。嗯。哎呀，这个杂粮就是好吃。嗯。我不吃，我不吃，我不吃。哎，这玩意儿吧，不吃啊。你吃。我吃这个，好吃。先去把这几笔钱给付好。嗯，大哥，小馆那边红豆不是快要走了吗？嗯，我考虑了一下，还是觉得应该再招个人。早就让你去招了嘛。哎呦，我之前不是没有意识到这些服务的问题吗？红豆带来了新标准，咱们也不能往下掉。行，你看着办。那我看着办了。行，那我走了啊。嗯。拜拜，拜拜。阿叔，小马还好吧？好着呢。来，拿点胡萝卜。好。
哎，你干嘛去？不要你管。小心。这。二哥。怎么了？又跟你阿爸吵架了？他不是都不逼你去学刺绣了吗？他不喜欢杨志南。杨志南是谁啊？镇上民宿的店员，我男朋友。你谈恋爱了？嗯。啊，恭喜恭喜！你阿爸为什么不喜欢他？他嫌他比我小太多，不稳重。他多大？都19了，比你小5岁。那又怎么了？没怎么，就是之前没听说啊。哎，你过来，我跟你说，是他追的我，他之前老去我那里买些有的没的，我就觉得不对劲。他们民宿对面就是家便利店呀。有次我就问他，是不是喜欢我呀？他就吓跑了。第二天。他就开始给我点外卖，不是因为他给我点外卖啊，我很难追的，我让他追了好久，我才同意的。嗯，追了多久啊？1个多星期呢。其实我第一天就想同意了，不然还等到明年33去对歌吗？哎呀，你阿爸呢，岁数大了，思想有点跟不上，你别嫌弃他。我也不是嫌弃他，就是我干什么他都看不惯。你看今天我们去割葱，他心疼我阿妈，不让我阿妈去。那我心疼他，我关了店跟他一起去。路上他就一直说我割葱不添乱就不错了，又说我从小就懒，什么都不学，又说杨志南这不好那不好，我才气炸的呀。哎呦，你这脾气啊，跟你阿妈一模一样。对呀，他要理解我。我这是遗传，可他说我整天鬼迷日眼的，让学点好的不学，交男朋友也不知道找个好的。什么叫好的呀？我喜欢的不就是好的吗？嗯，你说的没错，对吧？阿瑶说你这个人说话就是让人很舒服。这个天也聊完了，你这该割葱割葱去吧。哎呀，不急，聊聊天嘛，我也来关心关心你。你跟我说实话，你和你们小院那个许红豆，真没在一起？又来了，都说呢，就是一租客，下个月到期了。真走啊？我觉得你还挺喜欢他的。我也挺喜欢他的，他皮肤好白哦。阿瑶说，你都这么老了，还不积极一些？不会有女孩子肯要你的，你去追她，把她留下，估计还要追好一阵子呢。说完了你就走吧，啰里吧嗦说了一大堆没用的，跟你阿爸一样。哎，阿瑶叔，你这人说话怎么这么难听啊？什么叫跟我阿爸一样？我这是在关心你。我忙着呢啊，你也该忙你的去了啊。是我家杨志南好，全世界家杨志南最好。爱吃鸡肉，把红豆叫来吧。别叫了，这个点人家应该已经吃过饭了。那你问问。我不问。问一下嘛。我不问，要问你自己问。嗨，红豆！别喊，别喊。你怎么回事？你怎么回事？为什么一直让我叫他？人家马上要走了，你知道吗？我知道啊。所以才叫他多来吃几顿饭呢。我知道你在想什么，别想了。我在想什么？说呀，我在想什么？
说呀说呀。阿奶，人家许红豆是来旅游的，你要认清形势，放弃幻想，别总叫人家来吃饭，人家那是不好意思拒绝。那小院其他的租客你都没喊过，这样不好。您看着我干嘛呀？叫红豆来吃饭。啊，要叫你自己叫，我出去吃了。哎，大晚上的去哪儿呀？阿瑶，不叫了，不叫还不行吗？怎么了？来了，坐在这儿一声不吭的，又怎么了？你不是在忙吗？我一个人跟谁聊啊？你跟我说实话，是不是书店的事儿黄了？你就不能盼我点好啊？我倒是想往好处想啊。你哪次不是一屁股坐在这儿开个酒，满脸阴云密布，那不得黄点什么？哎呀，我这辈子是当不了大老板了，没这个心理承受能力。每次听你这黄了那黄了，我这心就跟坐过山车似的，忽上忽下。哎，别过山车了，不是书店的事儿，是我个人原因。个人原因？啊，你能有什么个人原因？是不是许红豆跟你说什么了？他能跟我说什么呀？那就是你跟他说什么了。我什么都没说呀。那你跟人家说呀，你一个人坐在这喝闷酒有什么用啊？你得说呀，得说。说什么呀？你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呀。我没什么想说的呀。你跟我就别藏着掖着了，我还不知道你。你是那种要真没什么想法，那就干什么都大大方方的。现在对人家起了贼心，就看人贼眉鼠眼、躲躲闪闪的。哎，你看看，就是这副贼样子。小点声，孩子听见了。小孩子懂什么？放心吧，之前我就不想拆穿你。我看你俩挺般配的，你聊得来，赶紧跟人家说吧。说了，那然后呢？什么然后？拒绝的话，你就死了这份心啊。但我觉得他对你也有点意思。好，就当他对我有意思。然后呢？这不废话吗？在一起啊。怎么在一起？在一起你还怎么在一起？那就在一起嘛。我就不明白怎么在一起。我在这儿，他去北京，搞异地恋。那你想办法把人留下来呀。为什么在你的设想里是我把他留下来而不是我跟他走？因为你不可能跟他走啊。你留下这么一大摊子，你跟他走不可能啊。既然我不可能跟他走，我又凭什么要求人家为我留下？嗯，为什么男人理所应当的认为女人就应该为了爱情做出更多的牺牲和妥协，而男人就只需要一句口头的保证，我会一辈子对你好？我没这么认为啊，我是觉得两个人得相互理解嘛。你都说了我不可能跟他走，怎么相互？哎呀，行行行，是你喜欢人家，又不是我喜欢人家。那你到底想怎么样啊？
我不知道，我就是不知道，我才焦虑的。见不到的时候又想见，那见到了吧，我又不知道该说什么。我就觉得我整个人现在冒着傻气，你知道吗？嗯，你现在浑身就在冒傻气。真的想太多，一天天的脑子里想那么多事儿。工作上你想得多可以理解，你说你看上个姑娘也想那么多，累不累啊？要我说啊，你就别管以后怎么样，你就对她好，使劲对她好，等人家走了，最起码也能记着你的好啊。慢慢想吧。阿妈，给我讲故事。今天不讲了啊。阿妈工作呢，阿尤叔叔给你那本书，你不是还没看完吗？啊。阿妈，我今天听到一个老叔的秘密。什么秘密啊？老叔喜欢红豆姐姐。哎呦，那算什么秘密？阿妈，老叔都不说，你怎么知道的呀？因为阿妈是过来人啊。你从哪里过来的？这个问题呢，我很难一下给你解释的清楚。简单说啊，就是阿妈呢曾经喜欢过别人，知道喜欢一个人是一个什么样的表现。你是说我阿爸？嗯，在遇到你阿爸之前，阿妈还喜欢过别人。别人是谁？啊，别人是我高三时候的同桌。嗯，他学习特别好，然后呢长得很帅，皮肤有点黑黑的，然后一笑起来呢，右边有一个小酒窝。你这个当妈的跟孩子胡说八道什么呢？哎妈，你怎么偷听人说话呀你？我没偷听，睡觉吧。啊，行行行，睡睡，热睡。嘘，睡觉睡觉。阿妈，我想看会儿书再睡觉。行，那你看一会儿，阿妈玩会儿手机。I know it, I will be yours.
crashes over me, spills my heart into the field. I know it, I will be yours. Would you ask for any horse but this one inside your heart? I'll give you the saddle of you. Ask me if the wind could sing. We close our eyes to feel and smile. 地方。